怎么不说话了？没想到你跟我说这个，也没想到你走了三天，做了这么个决定。我已经跟同学说好了，开个影楼，他出资，我来经营，挣了钱一人一半。啊，老公，其实今天晚上我刚刚跟爸说了你的事儿。我不会再回医院工作了，你们不用劝我了。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。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开个影楼，拍一拍家庭，拍一拍孩子，拍一拍爸爸妈妈。我想留住那些最开心的瞬间。这也是我现在唯一有能力做的。嗯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？啊，我想从明天开始出去看看地方吧。 那我陪你一起去找，只要你开心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谢谢老婆。只要咱们俩还像过去一样，我愿意陪你干任何事儿。